多副本啊。探索之路。你来梦，你要来孟美洲接任务。玲珑，我要变强。我要睡觉。姐姐，我小奶妹，这个是啥呀？这也是个玲珑吧？来，组两个奶。这人名起的也太那什么了吧？直接就叫小奶妹，她多少级？看一看他，点错了，人物属性38级了呀，估计人家不能鸟咱俩，而且他可能也进不去吧。哎，听说可以喊一喊啊，灵虚困难指导随便来，62大号带你飞，你别62大，你带我做普通任务啊。好吧，我太彪了。灵虚困难指导，我怎么把队长给你？好，资讯 AD Carry 加入队伍，你看59级加，刷什么呀？我不知道刷什么呀。好吧，尽显土豹子风采，刷啥呀？啊，刷神魔呀？你带着我们刷了，我们刚刚完。做任务，来跟他屁股后边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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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问他怎么进？你问吧。大神，肿魔镜，他说给他对，怎么给他对？大神队长现在是谁？先加个好友，队长位让给 AD Carry。我什么时候让给他的？好，我让啊，你让的啊，进入，嗯，走，进入。我包要满了哈，我负责捡破烂啊。哎，他为什么愿意带小号做这个呢？被指导中，副本指导模式已开启，指导玩家，可能有什么值什么的。他应该是他也会获得什么什么吧？8米，米雪糖，你敢往前走几步吗？话说这小伙是啥职业呀？他是个，他居然是个妹子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还得往前走，我还是挺聪明的啊，开了个轻功那什么。亲爱的，走啊走啊，跟上啊！是不是得在他攻击范围之内你待着才会有经验啊？我不跟你说我卡吗？我就这四个。打他！啊，我还是可以打的啊。我需要靠近一些。加油！我在后面躺赢。你消耗了一点悟性，你看你得离近点才有经验。经验加282。嗯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好吧，全都被他杀没了。我需要。哎，你有经验吗？没有经验，没经验。你快点跟上啊！离远了是不是就没经验了？哎，哥，慢点走，慢点走啊！我觉得我特搞笑，选一个男的还管人家叫哥。哎呀妈！就是你别催我，你催我也没有用，我就这四个了。啊，他人呢？他人哪去了？我也不知道他人呢。他人好像在更前面。他在呢。他不用我加血吧？好吧，我刚选中那人就被他打死了。我在他旁边有经验啊。我没看见经验呀。啊，有经验，有经验啊，经验是不显示的。紫色的就是 boss 清单是什么意思？把这放右上角，放这吧，放这。走了。往哪儿走啊？我不认识路。他说来，他在队伍里面说来。这小伙咋跑这么快呀？跟都跟不上。嗯，他们有加速吧？级别高了，轻功高了就有加速啊。他说去另一边，成功解开升降台，开启。阿丹，你在哪里？我怎么地图上就能看见他呢？啊，我看到了，你在这边，米雪汤。
在哪了？哦，直接捡破烂儿，来来，捡破烂了，捡破烂了。这都啥呀？什么？我没有达到释放技能的条件。啥破烂儿啊？哎呀，都是我的，反正都是咱们的。你的不就是我的，我的不就是你的吗？快快进去打打，贴着呀，不然没经验啊，获点经验嘛。哎呀，我打这怪才73点血。话说我们这样真的好吗？这样我们就永远抱大腿了。你看，不去新服务器有个好处，就是可以抱大腿，是不是？你在哪里呢？我在旁边。话说他血掉的好快呀，他都这么高级别了，居然还这么能掉血。你掉血，他加血。啊，我给他加那点血。啊，你看这次打完怪就没有那个血瓶啥的掉下来了。就是怪那个什么怪等级不高，因为可能算是平均分配吧，他59，这怪是20级的。哦，但我有的时候就是400多经验，经验加46。我也是。就比如说咱俩打一个怪，假如说是800经验，那就平均分一人分200多呗。我需要靠近一些。不知道怎么算。有障碍物阻挡。我努力，我等着。大招好了，跟我放个大招。需要更多的无双值。我觉得我加血这个技能好鸡肋呀！快开宝箱！我只能对敌人使用。他已经进去了。他已经进下一个地图里的吧？嗯。哎呀，这血掉的好多呀，快走快走快走。啊，他给关了。没事，好了，嗯，他给关了，真好。大腿真是够粗够壮，应该也没有腿毛，很光滑的。哎呀，我还是老老实实给人加个血吧，就我加这点血好干肾马的。嗯，你看我还老老实实当个酱油吧。话说我就跟着他来回跑，我都好累呀，好吗？他都跑没影了，好吗？要不是曾经走过一遍地图，我都要懵了。你看，就跟着他跑都好累呀。他跟不上他，跑都跟不上他。我只能被敌人使用。你看这边经验就好多，400多的经验。46，46。466，466真的是466。我是46，46，谢谢。啊，是吗？我有46的，有466的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你全是46的呀？嗯哼。我需要靠近一些。妈呀，给队友加血他都得靠近了才能加。得了，你看人家根本都不去掉血啊，这 boss 啊。好，我就负责打酱油了，这次我真负责打酱油了啊。你快给人家血。他是什么个、啊、你咋了？全屏秒，我跑。哎呀，他有小怪，咱俩打小怪吧。你跑远了，你都不在地图范围内呀，都看不到。现在我无法使用这个技能。我操，怪物死了。好腿。SSSSS。哎呀，怎么跟 DNF 一样，还得选呢。15582，刷吗？刷。好。爽爆了。都不用我们出力啊，我看我以后就跟着屁股后面跑就行了。当前奖励倍数是175%，175%，最高奖励倍数是250。看看评分啊。嗯。我的蛋疼呢，蛋疼的看评分。捡东西。啊，
捡捡捡，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，都给你，都给你，都给你，回去慢慢分吧。我也装不下了，我也装不下了。个人战利品，个人战利品是什么？我没有达到释放技能的条件。谢谢。他们是这个，就是当帮咱们，他们是不是每天有帮新手的任务？再刷一次，确定退出，得队长说刷才能刷。咱俩打得打猴年马月，这样快，五分钟一轮，15000的经验，升级必做，近日终点推荐尚未完全达成，什么什么什么历练，明天再做，失效失效，刚好一点15分钟，算上组队什么的，大神呢？那看刚才那写的灵虚副本困难，来个35以下的小号、你看你就可以过去躺着吗？好，快他的再做一个。他们也是做任务啊，问问他你需要做几次啊。我觉得我选个男号出去，各种出去叫人家哥哥姐姐的好坑人家。你说我30，见一个人就号召他叫哥哥姐姐，哈哈，他要知道天天管他叫哥姐姐，但是30岁，他不得气懵了。哎呀，你的那个什么，你的经验线是多少？我经验啊，我还有4个格就升级。嗯，我还有2个格升级，2个格多一点。你们常玩的吗？今天刚刚开始玩啦。徒弟太难收了。如果他收过我的话，他就不会这么感慨了，他会觉得没有徒弟真的是人生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。你猜这个人是谁？他叫 ADC 还是 AD Carry？ 你们先去做主线升级吧。哦，搞不好明天咱俩都25、26级了，都不再做这个了。神乐豪这么帅都没徒弟，我很安心。啊，这个是世界里边说的话，和那大喇叭还是不一样的啊。嗯哼，好的，那咱你看刚刚哪有人说三找个35的，俩35的要不要啊？我们不得成双成对吗？嗯哼，好吧，事实证明，这个到处遍地都是大腿，抱住一个就 OK， 是不是？嗯，而且他们是不是做任务可能都去一线儿等的呀？有了。啊，你说咱们俩在7线这种，哎呦，哎，我的包居然还没满。因为咱俩在7线。啊，来看看这些装备将来怎么办？指导灵虚简单小号刷的点我进组，来点肖洛进组啊。跟着再刷一轮怎么样？你的包还有地儿吗？我不知道怎么点他进组，算了，不刷了，睡觉吧，明天再玩。我觉得明天这块一样也会有好多人在这刷刷刷刷做任务什么的。嗯，好像我好像跑了都，我叫任务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嗯，好了，我明天再叫任务，那我下了啊，早点睡，阿丹。嗯，早点睡。好玩的话，明天把笔记本拿回来玩。